现在我们抽干了，好不？哎，你要今天我围了一个，好，看看谁抓的多啊。好好，啊，我先抓。哎呀，这单呢？哦，成功。哎呦，这、哦、我为什么猫齿鲨哈？哎，小梨子，珍珠吧。哎呀，哇、哦，八爪，哦，漂亮，有两只啊。哎，哦，最近红斑的季节，你看又一只。哎，这里是，哎呦，螃蟹，哇，哇，青蟹，漂亮，这么大，半斤多哈，来，好了，我们摸干了啊，好了，我们差不多摸完了哈，看一下阿波那边还有多少，哇，今天鱼不错，就抓了这几只，最少了一次了啊，不知道阿波那边收获怎么样，我们去阿波那边看一下。哎呦，青蟹啊！不、哦，别咬我！半斤多啊！哇，头在这边，尾巴在这边。哇！哇，真的有两三斤的。红骨啊，一斤多，两斤。喂，什么东西？喂、哦，哦重打啊，两斤多，漂亮！哎呦，这里这里，哇，又一只，什么烤？双胞胎呀！嗯，啊，哎，哎呀，来。看到没有？漂亮的，张牙舞爪的，收了。哇，花盘。一斤多啊，这个很补的。哇，漂亮，亮货啊！亮爪一个，半斤多，收了。好了，我们这边摸的差不多了，不知道孙哥那边抓的怎么样了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看看他的多还是我的多啊。今天的鱼货。好像前几天打过被人盘过了，今天鱼货怎么这么少？阿波抓了好像比我多一点，差不多啊。今天就不要拿去卖了，你抓了你带回去，我抓了我带回去，好不好？一定要不要卖吗？反正也不多。那好好吧，你抓了好像比我多，那我再分，我们拿去平分。好。然后我们现在回家吧，船就在这里哈。喜欢阿生赶海的加入关注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呀，鱼货不错，我不进去。好，赶紧去了，希望鱼货多多吧，我们回家了。未曾能够懂你我承认，只会今生缘变成那云烟，这一别的发誓最深沉，我对你曾做就叹一声纯净如花。将近半个月没来盘整个了，哎，今天这个我烂小一点，我今天这个情况好一点了，我出来抽一下。哇，到了一个月才能抽的这个顶头哥，好吧，哇，管这个劲，给他加点水哈。最近天气太热了，知道？有点。是谁的愿望？
见了一眼，这一别待何时再相见，我倒影晚风坐下，叹一声痴情如何，听透尽红尘的泪，又怎能一醉方休，你用那一别回眸许下我半世温柔，相思真不懂。好，这个坑是我们上海的李老板包的坑，我们要敲干了，看一下有多少鱼来。哇，挺多的，哇，这个黑雕，哇，哇，对对，哇，漂亮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哦，这么屌，我看看。这一别待何时再相见，我不应该不舍，叹一声痴情，就是屌到头，哇，这个又怎能一醉，这个咬一口不得了，你看这个牙齿，这两只双胞胎，我半生温柔，我怎能不舍。哇，黑雕比条根的黑雕更漂亮，更白，哎呦呦，脚踩都是鱼，这是 OK， 进去，来进去。哎呦，这么小小狗子啊！哎，有这么小的，应该有大的。人家找啊，你去找。哎，这里这里。哦，你好，对不对？黑雕。大螃蟹，哇，这么大，漂亮！哎呦，独角大虾，这个应该有个八九两了。这个脚怎么断？哎，哦，哎呦，真的这么多小狗子啊！哇，给蛮牛带一个。这里。哇，这只搁浅这么久了，嗯，还是很新鲜，刚开始。哇，哦，魔鬼鱼，哇，有刺的，这个刺要把它拔掉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这个是三大毒鱼之一哈，这个扎一下不得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扔到大海里面去。再相见，我都应如风左右，叹一声痴情。哇，这么大波公好肥啊。哎哎呦，这个小狗小狗仔怎么这么多，相思真不懂化作了乌有。好听的肥。这个发挥。哇，我就知道有小狗渣必定有大狗渣，哇，这个酸辣汤超级好吃，哇，又一个黑雕，哇，阿妈抓了一个小狗渣，非常多。哎，这里来又一只黑雕，好了，我们差不多摸好了，应该这个鱼货也值个一两千块钱嘛，两千块钱应该有。我们现在差不多回去了，哇，太阳很大，有点住手了。阿妈，回家，来。好，我们鱼货太好了，哇，小狗蛋很屌，这三只小狗蛋这么小的，把它放生掉哈，帮上海的李老板放生一下哈，不然生意兴隆。哎，走，我们回家，阿妈开船。好，我们帮上海的李老板这个鱼生吞一下哈，你看，这只活鱼啊，放在那里都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这边露营两天啊，给上海李老板发货。喜欢还是感慨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现在水缸已经敲了差不多了，鱼现出原形了，粉丝都迫不及待想抓，你看好多，你看，哇，一只小狗鲨哈，狗鲨半斤多，
哎，珍珠斑，我问去了。哎，这里，哇，真贵呀、啊！哇，吃点红斑啊，这一斤要400多，很漂亮，一斤多耶。哎呦，我今天带这个石头不好抓鱼。哇，哎，哎，哇，你这在跑回来了哈？嗯，啊，过来一点，过来，等你。哇，鲈鱼，漂亮！现在鲈鱼很贵啊，一斤要50-60。阿公。哇，刀子鱼，刀子鱼，珍珠斑。哇，这洞里面很多鱼。他妈的，又是包公哈，漂亮，一斤多。好的，是几米呢？来，这什么鱼？黑鲷，黑鲷，黑鲷，黑鲷。好货，好货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，这里还有一条，这里还有。又来只黑鲷，我露出来了，这个粉丝，哇，血盆大口，哦，鳗鱼，鳗鱼，哦，黑鲷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漂亮，没有，哇，哇，这个是青斑哈，这一斤也要120，你看青斑，怕死掉了，那鳗鱼飞扬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，发麻了，这个特补啊，男人的加油站。这是有一斤多了，这一斤也要100块钱。别提了，我不咬了，我不咬了。哦，看他手，他咬伤了。好像是螃蟹还是什么咬一口？这手咬过来。哎，八爪，八爪。八爪。啊，到处跑。哇，刚刚抽水八爪鱼跑出来了。阿明在这里抓住了。操、哎咬我。嗯。看一下吧。应该没有了吧。那、嗯、不知道。没有。再找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抓的差不多了。上去看一下鱼窝哈。来看一下鱼窝。这只鲤鱼蛮漂亮啊，应该几个左右。啊，要太小了，不要。可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把五种放掉哈。好了，我们鱼窝抓差不多了，也看过了。阿峰船在那边，最近的风浪比较大，阿峰在船上看船，我们叫阿峰回来接我们啊。我们现在鱼窝帮他们包装一下，他们马上走了哈。